者自进协台北报道，第20届义大利院冬电影节正在举行。台湾出身的知名女星林青霞，喜获终身成就金桑奖，由好友施南生颁赠奖座给她。她与心里的第一个爱女星艾琳，也特别前出意大利，给妈妈一个惊喜。林青霞淡出影坛多年，仍是许多影迷心中的第一美女。1973年凭窗外初登大银幕，一鸣惊人，至90年代中共拍摄超过100部电影，东方不败的形象更是令人深刻。他1977年作品《我是一片云》也分别在台湾和欧洲再见世人。当年曾与秦祥林、秦汉传出恋情的林青霞，最后在40岁时情定负伤行礼，并在婚后育有二女。这行礼于前妻张天爱的女儿邢家倩更是视如己出。而许多影迷不知道，她在生下邢爱琳时，老公邢礼为了以示正式两人爱的结晶，特别取名为邢爱琳，表达邢礼爱林青霞。而邢爱琳的脸型也像极了父亲，邢爱琳又牵住林青霞幼儿，母女感情好，双喜提供邢爱琳幼儿意外现身，献花给母亲林青霞幼三，双喜提供。